Hello，Hello，大家好啊！今天是2023年的1月14号，哎，正好这是赶在导播路赶得巧，今天呢突然就开始下起雪了。天气预报，手机上的预报都没有显示有雪。不好意思啊，那个有一个多星期，个把礼拜有十来天没有录了。这段时间呢，说故事吧，有点故事；说没故事吧，也没故事。我主要从三个，现在是上午的10:38，然后温度是0度啊，0度，下的雪，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看一下显示就是这一个小时啊，下到11:12啊，然后呢可能就会变成下雨吧，应该是下不了雨。哎，今天为什么回事啊？有阵雪，今天有阵雪。记住今天啊，今天是1月14号，至少在纽约地区或者是长岛地区来说啊，这是头一回下雪，2023年的第一场雪啊，来得非常非常的慢呢。然后我们那个聊一聊最近都在忙什么，为什么没录？第一件事为什么更新了？你看这单，就像这单差不多也就是6-7分钟啊，不到2迈的一个路，就是最近的单子吧。从单量来说，从距离来说，非常非常的少。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录，你看白天可能就接个一单两单，晚上接个2-3单，非常非常少啊。单量来说非常非常少，然后距离也是非常近啊，差不多都没有超过10分钟的，基本上都是6分钟、8分钟的啊。而且呢，价位也不是特别好，特别惨淡。就是说一月份普遍呢，这个不管是送餐还是送客人啊，基本上都进入淡季了。进入淡季之后呢，就是单量收入都锐减。你看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呀，一些地方，很多的纽约的司机都在抱怨，哎呀，这个月要喝西北风了，但是这是常态，你知道吧？这是常态。你看我几月份来着？9月份还是几月份来着？不是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收入嘛，那个生意很惨淡嘛。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点耐不住性子，我就非常急，我就想转行，对吧？那个着急上火，又便秘，又这个那个的，结果这个到了再过一段时间，生意就会好那么一点吧。我理解当中，可能到了月底或者是到了2月份，可能稍微会好那么一点，这也不好说，然后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知道是。哎呀，到底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吧？但是咱们对比去年或者前年，比如说2022年的或者是2021年的一月份来说，确实一月份的生意没有像今年那么惨淡，今年格外要惨淡一点啊。我记得一月份，我记得21年或者是2022年的一月份，我记得好像还没有那么惨淡。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格外惨淡一点。我操，基本上你就是比如说中午做一单两单之后，基本上一白天就没有生意了。晚上呢，可能在那个5-6点钟做个2-3单之后就没有生意了。我操，就这样子啊，他不停的给你来单子，但是单子呢价位都没办法做了，那都是他妈5块钱10卖的，这什么情况啊？5块钱10卖的，我操，对吧？这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录？因为这个生意太惨淡了，然后也没有也找不到什么机会。然后这是第一个事情啊，我慢慢说啊。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呢这段时间闲的在家呢也是会东想西想，但是呢我知道我这个赚钱肯定是找不到什么好的地方或者是好的行当赚钱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想能不能就是之前不是我每次都说哎呀找个地方上学之类的，哎我这次呢正好有个朋友呢要去学校打听，哎我真的就在后面，我跟他屁股后面我就去问了，并且呢就是说还报上名了，你知道吧？报上名了，还花了那个60-70块钱把名字报上了。我操，这下把我给弄坏了。哎呦，跑了2趟曼哈顿，你知道吧？都整不明白，你知道吧？那个他需要很多材料，你知道吧？他需要提供你的毕业证，需要你的成绩单。我操，我都20多年没有碰学校里的东西了，我去哪儿跟你整个毕业证，整个成绩单呢？我操！哎呀，这个就把我难住了，知道吧？把我难住了。然后呢，就想办法给联系家里面，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什么毕业证给拍过来，我找成绩单，或者不行是吧？中国人的方法知道吧？咱们是吧？这个有条件的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吧？怎么创造呢？就是看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啊，那个中国人的智慧了啊。总之呢，现在这个事情呢还在办理当中啊，那个现在还没有办完，还不知道是进行到哪一步。所以呢，我就不多说，反正就知道我现在正在办这个学校的事儿就对了。然后还有什么事来着？对，然后那个这个等那个我办的差不多了，如果我真的就是通过考试啊或者什么样啊，不进行到下一步了，我到时候我再找个时间出来说一说。这个今天又刮了风，又下了雪啊，真是。然后第三件事呢，就是这个疫情的事儿啊。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变株叫 XBB.1.5。这个1.5呢，这个变株呢，其实是奥密克戎的这个进化值啊，就是这个症状和奥密克戎差不多，但是它的传播力比奥密克戎更大。先到这儿吧，我快到了啊。OK， 我刚做完那单啊，现在往回走。说到这个新的病毒啊，就是说传播力比奥密克戎还要强，就是基本上那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是礼拜二去的这个，去的曼哈顿，我跑了2趟曼哈顿。我礼拜一晚上呢是失眠的，就是说我的礼拜一到礼拜二我一整晚我没有睡。然后呢，我礼拜二早上呢还开车到停车法拉盛，然后呢坐地铁又去的这个曼哈顿。顺便提一下啊，我本来想找一下地铁卡啊，我发现我的地铁卡那个日期停在了2018年上。4.05块，2.1迈，我顺便报价啊。然后我就停在那个2018年上，就是说明什么呢？就从2018年，就是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差不多有4年多快5年了，我没有坐过地铁，你知道吧？我有没有去曼哈顿？有去过，就是我那个
我去的时候是坐那个轻轨去的，就是长岛火车啊，我坐火车坐过两次啊，然后坐地铁，从2018年到现在我都没有坐过地铁，所以呢，我一下子忘了这地铁要怎么坐啊，然后问了半天才知道，直接现在可以刷银行卡了，然后就直接又刷卡就去了，2.75块一次啊。然后我就坐地铁，我们俩人就坐地铁去了曼哈顿啊，因为中间呢还去办事儿了，要那个要去办一个什么毕业证的公证啊，我又花了50块钱啊，去办了一个公证，结果呢跑过去以后呢，他说你没有成绩单呢，要那成绩单，你知道吧？我操，不是这第二天的事儿啊，第一天礼拜二去的时候呢，他说你要预约，我操，我说什么情况我要预约，然后呢就是不能当场办，哎呦把我气死了，我操，我还要预约，早知道就预约一下，然后呢我又就是礼拜二是白跑一趟，就是一晚上没有睡，然后呢是白跑一趟呢，然后呢，我就是当下就约了第二天，就是礼拜三的那个约，然后呢，我礼拜三呢又重新的又开车到法拉盛，又坐地铁啊，然后呢，坐地铁，然后呢又去那里，然后说啊，你这个有毕业证不行，还有成绩单，我说我都20多年了，我去哪找成绩单呢？这都中学有没有都不一定，就是我就是我原来读的那中学在不在都不好说了，你知道吗？20多年了，我去哪找这个东西？然后说，哎呀，这个必须得提供啊，必须得提供，怎么地的。然后就说，哎呀，然后我刚开始就比较紧张，你知道吧？我遇到这种办事的衙门吧，我就会比较紧张。我就说，既然没有成绩单就不办了吧。后来这个脑子又想通了，我就说，啊，我说能不能先报名啊？报个名，等我以后我如果是想办法把这个成绩单给弄过来了，能不能这个补一下呀？他说可以先报名。但是呢，按照流程是这样的，你报完名，你填完资料，然后呢，提供你的毕业证、你的成绩单之后呢。然后呢，就是等着他通知你去考试，他有一个入学考试啊，入学考试，如果是你考试考过了，你就直接就是跟着他们大班一起上了，就上那种就开始修学分了。如果你没考过的话呢，这个比较有一点好处，就是没考过的话，他会推荐你去那个语言班，你知道吧？哎，推荐你去语言班，然后你学一年，然后再去考，知道吧？就等于说先读预科吧，这么大年纪读预科，哎，真无语了。好了，这是礼拜二、礼拜三的事儿。然后呢，礼拜三晚上回来呢，就感觉自己吧有点不太舒服啊，有点拉肚子啊，有一点这个就是有点咳嗽，而且呢咳里面有痰，啊，有痰，你知道吧？我刚开始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呢，就是又染上这个新冠病毒了，你知道吧？我看到症状啊非常相似，哎呦，然后我就昨天呢，我就在家，我就待着，我就不敢出来了，我操。哎，我看一下，我看到症状啊，有10个症状，是咽喉疼、流鼻涕、鼻塞、打喷嚏、咳嗽无痰、头疼和咳嗽有痰、声音沙哑、肌肉酸疼、嗅觉改变。我的嗅觉没有改变，我的味觉也没有改变啊，我也不发烧，我也不头疼，我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嗓子疼，我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也不打喷嚏，我鼻子也不塞啊，我就是有点那个咳嗽有痰，然后有点拉肚子，有点声音沙哑啊，就是这两天的症状。当然我也没有去测啊，我就测不测都无所谓了，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毒性没那么强了啊，很多人即使是有了这种阳了，但是呢没有人知道他阳没阳，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这样的。但是我感觉是因为我比如说礼拜一我可能是一晚上没有睡，导致呢免疫力就是下降了，导致这个病毒就上升了，就是这么巧。13.05块8.5块，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聊，估计呢不忙的话我估计今天也很够呛啊，拜拜。刚才在路口那个又接到一单啊，非常近，也差不多就5-6分钟的地方，是这个 iHub 这边，看今天礼拜六早上的11点钟，现在11点钟了，看看这个这边的今天早上这边生意忙不忙啊，今天生意哇还生意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车位了，好像没有车位了，看哒哒哒，哎，有车位正好，你看这车，你要么往左要么往右行不行啊，哎呀真是，那你往左我就往右了，好了先到这儿，我先去取个餐。OK， 我刚刚取到这餐了，但是这个手机这个 app 又出现了我那天晚上一样的状况，就是这个启动不了了，我操，烦人真是。看来这个天气对这个网络通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要往左边拐，能不能拐过去啊？现在，操，这边好像拐不了，这边拐不了，右边没有车，拐一下。然后这个状况和那天晚上我把我气得够呛的那个状况一模一样，这网络不行了，这几天的网络都不行，包括我房东的那个网已经这一个礼拜已经断了2-3次了。我看新闻说有这个太阳风暴的这个影响，但是他说的是礼拜天嘛，他不可能，礼拜三啊，今天礼拜四，对，礼拜二好像也坏了一次，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我操，都坏两次了。这网络也受很大的影响，现在我这边没办法，现在已经哎呀办不动了，我在考虑待会儿要不要做，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会做，因为什么？现在已经太惨淡了，你再不做的话，这个礼拜得喝西北风，我操，正儿八经的喝西北风，油钱都不够，我昨天加油都加了30多块钱的油，35吧，30几。现在雪又停了是吧？雪停了吧？好像停了。哎呀，不着急，我现在这个烫，就是这个，我给大家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已经没有反应了，摁着没有反应了。
就是特别烦人，你知道吧？这样的，哎呀，不知道是手机问题还是网络问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网络的问题，网络也坏了。就中间呢，礼拜三，对，礼拜三呢，这个煤气也坏了，啊，那个大上上个礼拜呢，这个锅炉也坏了，我操，反正一到冬天吧，各种情况全出现了，导致好像有一个礼拜，我好像这温度一直在60多度，好像都就是感觉非常非常冷，6.02，6.8卖，非常非常冷，哎呦我操。啊，我们现在这个也非常近啊，我就到这儿，我就先到这儿吧，我看一下，我操，完了，哎呀，这下直接冻住了，手机冻住了，光响它没有不显示图像了，我操，先到这儿吧，我先等它那个恢复一下。这个入口呢不让往左转，我操，咱们还得在这入口走个 U 转倒一圈，然后我们往这边走，啊，现在是中午的11:03啊。从十点做了那两单之后呢，啊，基本上，11:12都没单子，那基本上这两个多小时都没单子。这一单呢也不是 Uber 的，这单是 GrabPay 的，这单是大概是，15块钱啊，15块钱大概是5卖多。如果没这个价位，我肯定不会接，你知道吗？本身 GrabPay 它没办法，是逼得我本来不想做 GrabPay， 但是现在是实在是没有单子做了。哎呀，那就不管了，那就只要看它价位合适，我就拿过来做就完事儿了。哎呀，现在这个还挑挑拣拣啊，栽到篮子里就是菜，是吧？没有什么挑挑拣拣了，在这单大概跑过去大概12分钟，四卖多。这个是去北边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那些大别墅里头。然后呢，我这两天什么感觉？我昨天还感觉，昨天礼拜三、礼拜四感觉都不是特别舒服啊，就是嗓子里有痰。我这两天是吃了药了，吃了那个止咳化痰的药了，因为没有发烧，嗓子也不疼，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说不好听的，应该是中招了，但是呢，比较轻微。我拉了一天的肚子，就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我拉了一晚上的肚子啊。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拉肚子了，但是肚子里面还是会咕咕咕响，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病毒在作战呢，知道吗？据说是这次那个 XBB.1.0 啊，不是，1.5 XBB.1.5 这个病毒呢，它会影响到你的肠道，它会导致你腹泻拉肚子啊。但是呢，我确实只是一晚上拉肚子，但是也不排除我吃坏了东西，知道吧？这个东西也不排除，所以呢，我这两天也不敢确定，你要我去测，我也不愿意去测啊。现在，哎，你说测也无所谓了，不测也无所谓了，是吧？国内呢，基本上都走一波了，是吧？我那个我姥姥呢是今年是99岁了啊，然后呢，送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吧，啊，当时没有床位，你知道吗？啊，住了一个礼拜，然后现在呢就不行，就拉回到我的那个老家去了，拉回老家，当然也不远啊，大概也就是100里地啊，差不多100里地，开个把小时也就到了。现在呢，我舅舅我妈呢现在都过去了，就是看看这个老人家这个虽然说他表现的也是低烧，也是轻症，但是呢，会不会跟有些专家说的，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呢会转重，这个也不好说。现在就是说，年轻人都 OK 的，像我是吧？你得一次，得两次，得三次，得四次，都感觉都没有很大问题。但是对于这种这个是老人家和这些有这个基础病的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坎啊，搞不好就过不去了。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很多人据周边很多人反馈的来说，很多这种70、80的老头老太太呀，这个。就是没有过不去的有不少人，哎呀，所以说这事儿吧，你说怎么？哎呀，这个太多了。我基本上我看的朋友圈啊，起码有一半人啊，不是这个奶奶，就是这个姥姥，是吧？这个姥爷，这个爷爷，是怎么怎么地的？哎呀，是不停的悼念。所以说，为什么一方面呢，这个病毒的这个危害呢没有那么大啊，没有说这个，就是说，但是呢，火葬场呢就是爆满啊，加几万块钱。啊，都不一定能排上号，你知道吗？就是这是很麻烦的事，因为死亡大多数都是，是吧？老人家是吧？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你看很多80、90岁的，是吧？这本身他寿命已经到这儿了，知道吧？那你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冠感染而去的呢？这不好判断啊，知道吗？哎，本身你寿命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卧床很多年了，是不是啊？那你本身寿命到这儿，那你赶上这一波了，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新冠去世的？这也不好说，你知道吗？但是大部分老人呢，这个冬天呢，估计很够呛了，哎，确实很够呛。噔，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感觉还不错，我今天还比较有活力的啊，嗓子呢稍微，你可能我把速度调快了，大家可能听不到我嗓子里面可能有略带一点的那种嘶哑，但是我嗓子是有点那个嘶哑，但是呢没有像前两天比较严重，前两天说话都能破音，你知道吧？这是嗓子比较严重一点，然后呢，但是不疼，疼倒不疼，有痰啊，然后拉肚子，也不发烧，我不确定，也不发烧，也不头疼，也不鼻塞，流鼻涕的话我。因为吃饭的时候会留一点，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是合不合，是不是新冠的症状之一，所以说这也是很麻烦的事。这是新冠症状啊，我们就放到一边去啊，反正大家就是啊，能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吧，反正能扛不过也没办法，是不是？这个是哎呀，人力不可为的事儿。
然后说说可为的事儿啊，这个上这个学的事儿。哎呦我操啊，你知道上学这个事儿吧，哎呀已经叫了很多年了，一直是腾不开手啊，其中有不停的在问别人，别人反馈来的渠道啊信息啊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一直都没有说下定决心我要做这个事儿啊，正好朋友去问了知道吧，然后呢哎呦才知道问的人还真不少，你知道吧，有50多的，有60的啊，都有人在这问啊，我就想着这个人家这年是吧，这些大哥大姐年纪比我大个十几二十岁的都有是吧，人家都在这问，那我算什么呢，是不是啊，那我一起问吧，我问就问 问一个。但是呢你看没有，他做很多准备工作，咱就没有做是吧，包括什么去做公证啊，做公证还挺贵，50块钱一个，哎呀50块钱一个，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估计要做两个了，两个就100块钱，然后报名费又交了这个60-70啊，160-70这就没了，我操，这他妈的这动还没动，还没去学习呢，这个快200块钱就没了，你知道这事闹的，我操，这是有钱没有地方花呢还是怎么着呢，非要去花钱受这个罪，但是你不受这个罪吧你也赚不到钱呢，天天这个干这活是吧，这淡季都淡出鸟来了，已经到天花板了，是不是，你没有提升的空间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很头疼的事。噔噔噔，然后我们家老太太，也着急啊，也着急，说不行就回来怎么地的，先回来哎呀先成个家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我说有这么容易吗，有这么容易不就早就干这事儿了吗，没有那么容易，是不是，一无所有是吧的，谁能看上啊，搞不好还要彩礼钱是吧，现在彩礼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10几20万你得准备吧，房子你得准备吧是吧，房子车的倒是现成的啊，都是老太太的，但是我不想用啊，是不是，你的归你的，我自己没有啊，哎呀我自己没有啊，那怎么弄呢，但问题是我不想走一条路，知道吧，哎呀不行，就搁这待着吧，搁这待着好上学吧，操，东想西想的没劲，行了，我就又到了这个别墅区了，待会儿我那个出来再继续叨逼叨一下吧，哇操，这个大庄园的，我操，这往哪走啊，我操，这是看几号来着，哎好、啊、这是不是怕的，行了，先到这吧，我刚送完了这单啊，是在那个开进去还要开将近两分钟，哎呀你说这庄园得多大呀，他那个一排有将近有4-5个庄园，里面还有4-5个庄园，所以说一开进去还得开2分钟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往回走啊，走到那个Jericho上去，现在是还有13分钟，4:05。哎呀这个 Grandpa 现在也需要拍照了啊，之前他没有这个功能，他也需要拍照了，拍照就拍照吧，我觉得拍照挺好，拍照能省很多事儿是吧，他不需要那个，我问你这东西放在哪儿啊，对吧，我觉得拍照挺好，然后现在呢也停雪了，现在也不下雪了，哎呀就像没丁点雪，真是，不过这样的雪就够了啊，不需要太大，不需要把那个路面全部盖住，不需要成雪山了。今天呢最低温度是-1度，最高温度是3度，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天气了，-1、2度到3、4度这样的，持续这两个礼拜基本上就这样了啊，不像上个视频它零上了18度，这也是很夸张的，这个都是上个礼拜，都是10天之前了，然后哎呀办这个事儿也是匆匆忙忙，所以说我之后呢我看情况，因为这个可能是要考一个数学，要考一个英语数学啊，这两样都是我最差的啊，就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那个数学不都是挺好的嘛，我说那是没有遇到我你就知道了，中国人你看还是有数学学的非常差的，对不对，然后可能要考数学和英文啊，他说考不了考不到怎么办呢，考不到他们有个一年的预科嘛，再学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但是总归来说他有个前提，就是美国大学啊是缺学生的啊，他是缺学生的，所以呢他肯定会要你是吧，肯定会要你，但是他以什么方式要你这就不知道了，对吧，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呢油价也涨了一点啊，涨到3.19啊，3.17了啊，涨了那么一点，中间有涨到3.29还是3.9，后来又掉了，大概是忘了是礼拜几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哎呀然后又掉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油价现在也是一阵一阵的，今天说话有点散碎啊，因为时间拉得太长了，然后呢事儿又比较看似很多但是比较散，所以说我就东聊一句西聊一句啊，大家愿听就听不听就拉倒了，反正就这样的，哎呀明天再说吧，明天看看情况，明天如果生意稍微好了那么一点，毕竟是礼拜天嘛，那我就出来多叨逼叨两句，如果是生意还不打地的话就算了，我就那个我就不叨逼叨了，因为你看昨天礼拜五是不是啊，昨天我应该是很忙的是吧，中午我做了两个单子，送了一个冰淇淋5分钟，送了一个这个奶茶啊也是5分钟，那我就说这5分钟聊啥呀，就没法聊了，对吧，我就不聊了，不聊了吧，我操，从他妈的12点到他妈5点没有单子啊，就是没有能做的单子，都是些什么7块钱6卖呀，6块钱7卖的单子，我操，谁他妈做这种单子，然后呢，然后没有单子怎么办呢，
名单的晚上呢，晚上到了六七点钟，给我来个来了一两个单子。所以说昨天礼拜五本该忙的时候啊，一点都不忙啊。这个你数一下看吧，总共才做了四五个单子，能有几个钱？有几个钱？中午刚刚十一点做的那两个单子，一个9块，一个8块，总共加起来才17块钱，加上这个不是怕的15块钱，你想看，咱们17加15，总共才32块钱。到现在是1:23了，总共才32块钱，晚上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就这样的这个情况，你看看能有什么好的单子，是不是？能有什么好单子？哎，我的天哪，我都快无语了，我去。噔噔噔噔，现在1:30了，赶紧哎回去吃个饭吧，这个吃个饭去吧。噔噔噔噔，哎呀，上个学也费劲，妈的，工作赚钱也费劲，哎呀，这身体吧也费劲，我成了三费劲了，这事弄的。哎呀，我干脆就改个名字啊，我姓费，叫费劲，太费劲了，妈的，生活费劲，赚钱费劲，哎呀，健康也费劲，现在是弄得我这妈的挺无语的，就是，哎，不知道咋整，学习吧，操，不管那么多了，哎呀，这个东西比别人晚个20年30年都无所谓了，是吧？别人20岁能懂的事儿，咱们弄到40-50才懂啊，也行，也够了。对，噔噔噔，老太太也快70了，是吧？70岁的老太太去照顾她90岁的老娘，哎，到时候我妈是很担心。我妈是说到了快70岁了，然后呢，这人呢，这个人他如果是有病了，就没人照顾了。我哥也是一个也是个魂不吝，你知道吗？我和我哥都是魂不吝吧，不是说你就是说你那个，就是有点犟啊，特别犟。我哥也犟，我也犟，我们俩都犟。哎呀，主要是我妈也犟，你知道吗？一个犟老太太生两个儿子，生俩犟儿子。犟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是吧？但凡有一点软一点，也不至于这样，是吧？老太太也犟，老头也犟，是吧？两儿子也犟，哎，一家都是犟，哎，一家都是犟，犟上加犟。嗯，这咋整？你说说。反正老太太，我是这么打算啊。我这两年，我先让我，上学，等我那个什么，等我这个差不多再过一两年，我就先回去了。回去呢，我先照顾老太太，是吧？照顾老太太。照顾老太太得了，那没办法，老太太年纪大了呀，是不是？年纪大了呀，现在有点就是有点，哎呀，老太太到这个年纪啊，还是脾气很火爆，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老太太吧，是越活吧，越慈眉善目的，是吧？脾气也随和。咱们家老太太吧，我操，到这个年纪了，脾气一样火爆，一句话不对劲吧，就马上就劈头盖脸就过来了，真是的，我也无语啊，要不然这个。哎呀，这性格就随妈呢，是吧？老太太是啥性格，咱就啥性格啊！脾气呢，别看呢，咱平时蔫了吧唧的，是吧？但是呢，哎呦，关键时刻的小暴脾气啊，一上来就不得了了。这个 Ultra 这个油站3.19块，我待会儿去看看那个 BP。我昨天前天加的油，加了30多块钱油。哎呦呦，看这个 BP 啊，这两天都没什么好天气啊，真是愁死了。没有好天气，没有好的生意，健康也出了问题了。这是新飞龙了，到新飞龙了。今天还要买东西吗？不买了，再过两天吧。鸡蛋，哎呀，鸡蛋也要买了。哦，牛奶我忘了喝了，我操，是不是坏了？还有半瓶牛奶，我都有一个礼拜没有喝牛奶了，我操，是不是会坏了？我闻闻去。哎呀，菜也有两个，有两袋这个青菜也放了快两个礼拜了，也忘了吃了。哎呀，我估计都烂了，我操。最近也就是吃点米饭，最近有吃点米饭呢，吃点胡萝卜、洋葱，一点肉之类的，蔬菜最近都吃的很少。看这边的油价也是3.19块啊，3.19块，那就没问题。这堵车了，这什么情况啊？礼拜六的下午1:30，这个地方堵车了，我去，哎他妈无语了，我操，那没事，那咱就叨逼叨几句吧。哎呀，看看吧，看看我这礼拜下礼拜我得把这个材料给补齐了。把这个东西给弄补齐了，然后人家要你去考试啊，那去考试吧。考完试之后呢，然后就决定你是要跟着大班上呢，还是你先去读一读语言班，知道吧？是这么个意思。哎呀，他妈的，这都20多年没有上过学了，这猛的要我去上学，我哪适应得了啊？我操，平常对不对？哪他妈是他妈怎么回事？这么堵吗？这是修路吗？前面？哦，修路，哦，修那个。修电线吧，应该是。那个房东说今天呢网络又断了，估计要等明天才过来修。今天基本上上不了网了，上不了网了，然后怎么办呢？干什么呢？对不对？哎呀，然后我那房东说啊，有时间呢，有条件呢，
正好去打一针疫苗。他说现在这个 XBB 1.5 啊是比较严重的，像这个纽约这边好像说最新的这个患者里面40%都是这个病毒感染的。但是我想，如果我昨天前天如果是已经感染了，我再去打个疫苗，这有蛋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是吧？我已经感染了，我还打疫苗，这不是马后炮嘛，是吧？没用啊。所以呢，我就算了，不去，爱咋咋地吧，就这样了。我操，哎，要死就卵巢上，操，这还有啥说的？哎，最近呢也没啥事，赚钱呢也，哎，这不是你能努力就能赚到钱的，操，是不是？你天天搁这儿，你在24小时你待车上，你没有单子，那你也赚不了钱啊，是不是？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哎呦，这地方都把路，我操，这地方都把路，这个口子没有摄像头，但是就唯有这个口子没有摄像头，这个方向没有摄像头啊，左右前面都有摄像头。哎呀，这个餐馆今天也开门了呀。最近吧，我觉得这个餐馆吧上座率都还可以，为什么外卖的生意这么差劲呢？我操，从1月份。到现在，反正这一个多星期，那个惨不忍睹啊！我最差的时候，我礼拜二、礼拜三是去了曼哈顿，我礼拜一我好像就接了一单，你知道吧？有这么差劲，接了一单10块钱的，啊，我就有这么差劲，我都无语了，我操！为什么这么差劲？哎呀，好了，今天到这儿了，今天叨逼叨来来回回的就把这一个多礼拜的事儿都叨逼叨完了，我今天到这儿吧，应该在这儿修修电线吧，我应该是，行了，今天到这儿啊，拜拜拜拜，哎呀，拜拜了。